今天煮什么？讲一讲。今天的这个甜汤很快，很容易，很简单的。啊，什么甜汤？讲名字，今天煮什么？雪梨木耳甜汤。OK， 今天我们煮那个雪梨木耳甜汤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食材。今天有白木耳，这个是冰糖，冰糖你们可以用这种椰糖还是冰糖？没有冰糖。冰糖啊。这种是蔗糖来的。蔗糖、啊。然后你没有也可以放那种蜂蜜的糖啊，也可以用那种普通的白色那种冰糖也可以啦，就是你们每次喜欢什么冰糖都可以。然后这边是薏米，我今天有加的薏米，可以清凉解暑。然后有红枣，还有枸杞，就是一点点而已啦，十克而已。还有一粒雪梨。一粒雪梨啊，雪梨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了，来煮。先把这个薏米放下去煮，这个薏米要先煮啊，薏米比较慢熟了。里面有。对，我就是我要不要给他们等太久？我就是这边有2000ml 的水，然后你就把这个薏米先放下去煮。那你的木耳也放了是吧？对，木耳跟薏米先煮，因为木耳我要给它软点绵一点，会比较好吃嘛。里面有薏米了嘛？对，薏米跟这个两样先煮，煮大概40分钟。我要煮40分钟。因为薏米很。比较硬嘛，然后薏米就是那个煮的那个水哈，你可以喝的，就是清凉的解暑的薏米， okay, 可以利尿利尿。看这边哦，利尿，这个变化、可以利尿，薏米也可以利尿的，很好的这种，平时在家里就是这种解暑，家人都可以喝的。OK， 所以这个已经煮40分钟了。还有香兰叶，我就放下去煮了。香兰叶没有这样快啦，到最后我再放了哈。OK， 等。这个。木耳跟薏米要煮40分钟了哈、先煮对对对煮40分钟，然后后面多久才放这个？这个等到最后。最后多少？十分钟啊？10分钟。最后10分钟，能把这个香兰叶放下去啊？这边有雪梨。一个雪梨，慢慢剥哈、不要弄到手啊。对。OK， 我们这边有个雪梨，我们跟它刨啊。这个是我们家的那个狗鸡的刨刀。你刨不要刨到手啊？不会啦。OK， 刨狗鸡的，我们家的刨刀啊，多少钱这个？5.9，这个5.9哈，我们这个刨刀5.9哈。OK， 你们买那个 blender 哈，因为它少过60块哈，所以你们要加多几块钱。你可以买这个刨刀5.9，它是60块，然后你会汇款 PayLah PayNow， 只要你不是 COD， 它就是免邮哈。OK， 免邮，你可以买这个刨刀，它就超过60块了哈，这样子。你们没有梨放苹果也 OK。没有梨可以放苹果、对，不一定说，我看家里有什么了哦。没有梨放苹果也很好。这种啊、巴沙，哇，它的那个 brand 叫巴沙。NTUC 买的。NTUC 买的啊，这个薏米。OK。OK。然后给你们看那个木耳。木耳是这个木耳。我喜欢买这种木耳，煮甜汤我都喜欢买这种木耳。OK， 这个木耳。这个是福华买的。福华买的。对。在福华买的。我每次新年煮甜汤的时候，我都喜欢买这种木耳。这种木耳它煮了，它不会，你咬了它如果没有那种脆脆，那就是好像燕窝那种感觉哦。绵绵的感觉。那个雪梨你们可以切成长条形或者方形都可以。雪梨可以跟它切成这样。你们可以切方形、长条形都可以。那切到这样小。OK， 椰糖是这样吗？是的，不是椰糖，这是蔗糖啊。蔗糖。这个也是在福华买的。这种我煮刀松很喜欢用这种，它的颜色。冰糖片啊。OK。蔗糖是吗？这个是蔗糖来的。OK， 薏米跟那个木耳，我们煮40分钟了，我们已经煮40分钟。我们把红枣放下去。这个红枣跟它放下去。放点冰糖。放多少？你放几条？一条半。一条半了、甜，这不甜，大家都喜欢。自己放吗？你们觉得喜欢甜你就放甜，不喜欢甜的哦。放一点就好了。我们这边放一条半哈，一条半进去。放下去煮了哈，放下去煮，然后10分钟你再打开。雪梨放下去啊！你突然间的嘞，你跟红枣跟雪梨一起放。我在这边介绍，你就这边倒。OK OK。要等我啊。雪梨也放下去。雪梨也放下去跟它煮哈，红枣
放下去，雪莉也放下去跟他煮，大概十分钟。十分钟了。OK， 现在十分钟，我们开锅看一看。我们这个雪梨，薏米哦，木耳汤，甜汤。甜汤，这个清凉解暑。OK， 滋润养颜。OK， 现在在最后一步，我们要把枸杞放下去哦。你们喜欢不喜欢放的也可以不要放啊。枸杞，这个人吃枸这个枸杞哦，明目。明目对我们的眼睛很好。所以加一点点啊。早放会酸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要太早放，太早放那汤会酸酸这样，所以我最后才放下去。最后才放啊，你们枸杞最后才放，太早放会酸掉。来来来，盛，来盛一碗起来看看，看看效果好不好？有薏米。你那个红枣要翻过来才好看。还没有。你看。烧了。OK， 我们这样一碗。啊，这个是润养颜哦，吃的很好。喝了这个汤哦，又漂亮。OK， 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叫什么？雪梨炖。雪梨木耳甜汤。雪梨木耳甜汤哦，里面有薏米，然后雪梨木耳甜汤。这样加这个薏米哦更好，为了利尿又喝凉解暑。啊，可以关了哦。雪梨木耳甜汤成功。这个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雪梨木耳甜汤成功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今天直播到这边了。 OK， 再见，拜拜。